FBC 日本小组预赛拿下全胜，以 B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。B 组 MVP 由日本二刀流选手大谷翔平拿下。大谷在小组预赛当中又投又打，首先第一战面对中国投出四局，只被打出一三打，送出五四三振，用球数控制在惊人的50球以下，展现相当好的压制力。打击部分，12打数有6支安打，包含一发三分炮，打下了8分打点。打击三围是561.000。OPS 高达 1.684， 长打率高达 1.000， 也代表他每次上场打击不能够进账一个雷打数，真的是非常的强大。八强赛他也将会先发对决 A 组第二的意大利，意大利无论是打者或投手，你们都要非常小心了。大谷翔平有可能会成为你们的噩梦。